可能一个星期有一趟火车。哦，就是没还没有现在。对，就是20年以后才实现的愿望，这个真的是，我们是92年开始，你看现在13年，20年以后才有的第三台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在早就所有的，以前安公顶的时候啊，就开发不让往这边种树，我把这边一起种住，大湖这边全部不让干嘛，就控制这个地带，就控了二十。深圳人都过来了，是那些人都星期六，我们冬天回来之后，好多人，好多人坐车来，看着挺好意思啊。金峰丹尼是最受益的，金峰丹尼是最受益的，可能他老是走最多15分钟就走过去了，从这个出去，那他这个又开车过来。现在都涨价了。嗯，是是是，以前好像现在可能涨价了。对。不到半年就涨价了。以后这边没得开发，像您这个盆地的地，现在都非常便宜。这个哈，看着我说了。对，这个蛋很重要的。看着我说的我。猴子就来了，快点来。小朋友，这个小朋友，好好的。等等我呀。